近这几个月来都有在健身习惯，然后大师健完身都会吃这些东西啦，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我会自己买一个酥肥的鸡胸肉，然后蛋白质一份有100克，100公克，蛋白质有25.2克，然后我体重差不多73公斤啊，所以这个分量差不多。可是每次我都会吃过量，因为太饿了。然后这个鸡胸肉不便宜，这个要50块，超贵。可是它就是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，很方便。然后有时候去买全家的那个7折，然后我只看7折才买。然后你看像这种沙拉，这种有蛋的沙拉都还不错。哎呦，这种蛋的沙拉都还不错。啊，蛋白质多少？看一下，这个沙拉有6.3克蛋白质，热量其实还 OK 啊。然后像这个香葱椒麻凉拌面，它因为它热量才405大卡，啊，这个我什么可能拍不到细节，没关系，我念给大家听。蛋白质有13克左右，这还算 OK 啊，就是加减吃，因为这样便宜嘛，全家7折。健身完一定要吃东西，不要不吃，也不要只喝乳清蛋白，因为其实都不太够啦。应该说蛋白质这样子喝乳清够，可是你的食物还是要吃一点，碳水要补充一点，那你的胰岛素上升啊，人会比较舒服一点。好，大概是这样啦。好啦，希望大家不要只忙着工作啊，玩游戏啊，还是要偶尔运动一下，为了自己身体健康着想。然后加上最近的疫情啊，多运动，增加免疫力啊。其实健身房还是有很多人去运动嘛，所以大家不要怕。喜欢的频道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然后记得追踪我的 IG 跟 FB。